我操，这面有一条船呢，这就是一个港口，这面还有一条军舰，这面好多船呢，而且都是非常屌，看起来。哎呀，我不能坐船呢。这面就是它的一个港口了，从地图上看啊是这样。我现在有点慌，慌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乌云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远处这个乌云呢已经开始刮过来了。啊，所以我怕呀，到时候走到一半的时候下雨，这就糟糕了。这面是个啥地方呢？停车场。那边都是港口了，这是一个 port 啊。怎么做？我就在这边走一走，逛一逛。